这是我的对象，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。本来亲的都很正常，突然有奇怪的动作掺杂进来了，被我发现了吗？我们看见一对很甜蜜的小飞，我真的好坏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本来我躲在这里，看他找过这里，飞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我就过去了。结果他又立刻折回来了。你怎么不按套路来？你是感应到我在这里？可以说根本没想过你会赢。